好了，康静的太空舱住完了。其实空调也没有用的话，因为这里白天热的穿 T 恤，晚上冷的要穿羽绒服，所以说最大的区别，空调也没用上。现在我们出发去翻越折多山。折多山是国道318通往西藏的必经之道，也称进藏第一关，在山顶环视贡嘎群峰，山峦叠嶂，白雪皑皑。折多山是318国道从成都进西藏需要翻越的第二座大山，第一座大山是大名鼎鼎的二郎山，在康定市境内，山崖口海拔高度4298米，站在山顶上可以眺望到蜀山之王海拔7556米的贡嘎山。自从二郎山隧道的贯通，折多山便成为了川藏线上的第一座具有挑战性的高山。318国道在这里穿过了4298米的垭口后，一路下行就进入了摄影家的天堂新渡桥。哎呀，刚刚看好多人在吃这个牦牛肉烧烤。我也来试一下。那怎么卖的？10块钱3串。哦，给我牦牛肉。牦牛肉，给我20块。新鲜的牦牛肉烧烤，新鲜的牦牛肉烧烤。牦牛肉烧烤，尝一尝。新鲜的牦牛肉烧烤，帅哥美女快来尝！帅哥要多少钱呢？10块钱。到新渡桥了，这个林子里面停了好多的车，我也下来看看。好多人在这里啊！好了，我也停车做饭，吃点东西吧。喝点水，渴了吧？昨天做的饭。热一热，然后再做一个汤。好了，紫菜蛋汤好了，但是饭好像没好。准备吃饭。大肉饭。辣酱，这个太阳能板，太阳能板我自己装的，这个太阳能板。现在一路上海拔在3056，跟平原已经不一样了，呼吸已经不一样了，但是我还好没有这么多的高原反应，就是呼吸肯定会加重。遇到两个车友，我现在前往雅江，因为再往前就是理塘，理塘的话海拔4000米。过夜的话有点难受，海拔太高了，所以今天晚上
就到阳江一个月，在阳山又在后面，我带路往前走。好了，我找到露营地以后，跟刚刚新渡桥认识的车友通知了他，给他留了个位置。这个位置，前面来一点好嘞。对，靠边一点好了，倒一把，往前拉一把。这是我的狗，我领养的，住车你有了，我去逛一下这个小县城雅江，一个像重庆一样的山城，紧凑之城，因为它的环境，它的街道都是相当的紧凑。这条江叫雅龙江，那个管理大叔说这里面也是有雅鱼的，但是看看这个江水，一般人是抓不住的，这么湍急的江水，这个水实在是太急了，搞得我都不敢靠近。啊，果然是山水。走错了，好喘啊！这里就是雅江的产区了，有点喘。这里是雅江的政府所在地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广场，广场啊，购物。哎呦，我都走的累死了，走，刚刚一路上坡上来的。你们从哪里过来？啊，你们从这里啊？我从那里上来的，我转了一大圈，县中心了。县民，啊，我看到了，政府在那里。不晓得头痛。嗯。这样子下来，有点困难。我家这个垃圾桶。小朋友会帮我们看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谢谢他们。谢谢他们呀。阿妮是爷爷，跟我们叫法一样。奶奶呢？奶奶叫马西。马西。我们奶奶叫阿姨，我们叫阿姨。爸爸叫阿哥。阿哥。那你们是也是藏族吗？青海藏族。青海藏族。我们这边的康巴藏族。啊。语言上和发音不像，但是文字我刚才看了不一样。发音上不一样。他这个雅龙，他就叫雅龙江嘛。啊。他们这边叫雅七，他们意思雅七。雅七。啊，雅七。雅七。雅七。叫区嘛。
鸭曲嘛，他们叫主席叫曲，我们叫曲，啊，发音上有的区别，是鸭掌声。哦，谢谢，还是叫花生吃吧。花正气，好了，去喝酒了，咱们关注，马上去喝。好了，我们要吃饭了，来，大家先喷一下。好，来，来，有缘哈，有缘。